橘子说房产，让您房产投资不再难。那现在我们说出租房，除了公寓之外的这种出租的房子、房产、住宅的，都属于归到出租房，可能有独栋的，也可能有康斗。那康斗你从外观上看，跟公寓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他们唯一的区别就是产权不同。这种出租房的话，它产权是一户一个产权，所以一户一个房东。有可能，房东在这里，他可能就一家，那也可能他有两家，但是产权就是每家都有产权的。那你出租房的价格是怎么定的呢？你的价格就是你隔壁的价格。所以你如果说现在我买不起公寓，因为一下子就50家、100家、200家，我也没那个胆儿，我也没那个钱，我也搞不定那么多，我就一家一家的买。那你买一家一家的时候，那你说我怎么知道买的好跟不好呢？你只要比你隔壁买的价钱低就好。就打个比方，现在开发商在卖房，整个那个小区里头有200家，总有卖房的，在过去一年当中总有放到市场上正在卖的，已经卖了的。你自己决定，你说我要不要买这个呀？首先你看这个，你考察过了，位置也还可以，房型也还可以，价钱也可以，这些你都要考察。但你决定买和不买，就说哇，这个房子20万我就拿下来了，但是隔壁刚刚卖了22万，跟我这房型一模一样的，那你就知道你这个是买的好。就说你只要比隔壁的价钱，比你邻居的价钱你买的低，那你这个就是个就是个好地啊，就是你就是应该买的这个好地。那现在的话有很多的上市公司，还有像我们公司也开始，大家就开始成片整个小区买了，就成片整个小区买，实际上是一家一家产权的，但是我买的人，我整个一片我跟开发商谈好了，这个要建50家，那这50家我跟开发商谈一个价钱，就是你可能想要20万一家卖是吧，我现在整个全部都卖给我，这样你省了 marketing 费了，这样你省了什么中介费了，这样你省了在市场上的时间了，那你现在你给我便宜15%可不可以？你给我便宜10%可不可以？你整片买下来，这些房子全是你的了。那如果这片房子全是你的了，你的估值就可以套用我前面讲的公寓的估值，就是如果是有机构过来买，或者你以后转手卖给大的投资人，你是成片成片小区买的，接手想买你的这个也是成片成片买的，那他买的是按照 cap rate 来算的。就是纯收入是多少，cap rate 的是多少，两个一除就是你这个价格。但是在这个前提下，他就说你按照这个价格一算出来了，但那个价格他还有个另外一个因素去限制他，就是说你不能比隔壁高太多。就说比方这一成片的小区，你说现在你想放到市场上卖，你就说我现在按照6的 cap rate 的，现在按照价钱去卖的话，整个100家能卖到2000万，平均20万一家。但是买的人就哪怕是一个机构，他可能也说我不买，20万一家太贵了，因为隔壁跟你同样的小区，房型也像那个就在你隔壁那个小区，人家卖的房子就是18万一家。所以就说你哪怕说我这个纯收入特别高，然后我这 cap rate 的你如果是买公寓的话都是6%，我现在叫你的 cap rate 的都是7都可以，但是买的人也会说你不能比隔壁高太多，就最好是比隔壁还低，因为他就知道你这个房子独立产权的，如果你放在市场上卖，你这个房子的定价评估怎么评估，就是你隔壁的房子跟你同离你最近的，跟你房型最相似的，在过去半年的售价就是你这个房子的价钱，它不是按照 cap rate 来的。所以因为投资机构他买是按照投资收益去买的，按照 cap rate 去买的，但他也知道你这个独栋的房子，独立产权的房子，他的评估应该是按照你隔壁房子的评估来评估的。所以就说你买出租房的时候，那你就知道我首先我买这个我一定价钱要好，因为我知道别人是20万买的，我是18万买的，那别人不亏我就不会亏，因为我买的比他价钱便宜嘛。你买出租房你做投资考虑的时候，你一个是知道就说你要有现金流，你买过来总收入减去花费减去还贷减去利息，就是你要有现金流，这个现金流是最重要的，就整个投资房地产都是这样的，就说现金流是最重要的，现金流就是蛋糕，那个增值就是上面的奶油，你要确保有现金流。像现在这种疫情情况下，现在大家都说最后出问题的都是什么呀，就是现金流出问题了，你要先保住现金流。那还有个就是说我投资出租房，我就对抗的是那个通货膨胀，
就是我就知道，我如果这个 location 选对了，城市选对了，这个地段选对了，每年平均房价一定会有3%到5%的增幅的。平均呢，可能会有上上下下，三年下五年上，三年下五年上。但是如果我是长期持有的话，我每年这个房价一定有增幅，那个增幅一定是能够超过啊通货膨胀的价格的。现在就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就说批 apartment， 我们现在建 apartment 的很难，很难批，因为 apartment 在各个地方，大家想建 apartment 的，整个这个社区都不欢迎的，很难批啊这个公寓。那现在很多人还有受疫情影响，大家不喜欢这个公寓。因为就是这个社交距离，比方说你在公寓里，这个社交距离很难保证的，这个疫情整个这个安全考虑，所以现在很多人之前是愿意我住在黄金地段，我住在市中心，我住在 Midtown， 我想住公寓，但现在这些人都愿意开车，走出来开车，我每天上下班多开30分钟，多开1个小时可以的，但我想去做住宅，独栋的，最好是独栋的，我自己有前后院，我们小孩子不上学，还可以在前后院活动活动。我可以在我们家的时候，我可以不用担心社交距离，因为我进门就进我自己家的门了，我们自己还有个后院，我能保证这个社交距离。就现在这个疫情的影响，大家可能更愿意住这种独门独院的，或者哪怕就说独门独院的不行，那我也愿意住这种联排的别墅，至少我跟外人接触的碰到外人陌生人的那个概率会小一点。所以这种出租房以后会逐渐受欢迎。还有一些就是说因为公寓这个审批不容易，建公寓审批蕊重不容易，所以现在很多有些大的机构啊，这种投资机构啊，这种 REIT 呀、上市公司，他们开始成片的建这种小区出租房，就独栋的这种出租房，他建这些去持有。那这个你如果是做这种出租房，就比方说我建一个小区100家独栋的房子，我不去买公寓了，我跟开发商去合作，我建这100家这种独栋的小区，什么好处呢？我们去蕊种，好蕊种，本来我拿一块农业用地，我去批独栋的房子比批公寓好批，这是一个。那还有呢，我去买的时候我跟开发商谈的价钱，开发商可能会说我这房子是20万，那我说你要给我，一般我们能拿到10%到15%的折扣，如果我们整片小区都买下来的话，就假定我拿12.5%的折扣，因为出租房我们可以贷到75%的款，我自己首付只是25%，如果我在这个买价上我拿到12.5%的折扣，对于我那个25%的首付来说，我自己投资那个本金已经有50%的增值了，这个我们大家能理解是吧？我10万的房子，我首付只需要25000，但是我10万的房子，开发商给我已经给了我12500的折扣，所以相对于我自己成片买的小区，跟你去这小区就买一栋房子相比，我投那25000的首付里头已经有50%的增值了。因为那个我的价钱比你低了12500，所以就说我成片买房子，我从开始一买，我自己投资本金就已经有50%的增值在那儿了。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好处？我整片小区都是我的，我不需要 HOA 了。为什么要有 HOA？ 因为有不同的 owner， 然后大家有一些公用区域的费用，有一些保险的费用，大家要分摊，要去算。但是如果整片小区都是我的，我不需要 HOA， 因为所有的花费都在我这里啊。那不需要 HOA， 你不需要第三方来专门去管这 HOA， 不需要去会计专门去算这个账，专门有这个 manager 来跟你收费什么的，你会省一些 overhead 的费用，就是物业会省钱。那还有整片小区都是我的，如果我这片小区买过来就是想出租的，全是房客在里住，那这一个小区很快就荡掉的。就是垃圾桶乱放啊，小孩乱跑啊，草坪上全是杂草啊，就是你整个小区看起来，自住的人在里住跟出租的人在里住，整个小区维护的质量不一样。但如果这个小区全是我的，我不让房客去管草，我会整个小区的草我每个月每个星期定期来捡，但我会收房客的费，我每个月收你30块钱的割草费。就说这个费用，割草的费用是谁出？是房客来出，但谁在管？我在管，因为整个小区都是我的，我一割草，我整个小区从头到尾，从前到后，我一下就割了。这个我小区外观我能控制住的。那还有呢，我能控制整个小区的定价权。就是我这个房子是3个卧室的房子，在这一片我做市场调查了，3个卧室的房子租金是多少啊？租金是1600块钱。
但是我这个房子我就敢租1800，为什么？因为我是新房子，隔壁附近的三个卧室的出租房它是旧房子，我是新房子，然后我小区都弄得特漂亮，我这个草地呀、啊、整个小区呀、啊、公用区都很好，那我定期可能有空地的地方，哎，我还建个走路的 walking trail 啊，我可能会做一个 playground 呀，我会在我的小区里公用地方我会做一些东西，所以就相对于你去隔壁大概30-40年的房子，你去租一个那样的房子，你的邻居怎么样，你的小区环境怎么样你都不知道，但你住在我这里，我是新小区，我整个小区公用区域都特别好，就说他愿意多付200块钱到你这来住的。但是如果你这成片的小区哪怕是新小区，你买的是新房子出租，你没有租金定价权的，就说这个房子本来三个卧室，你说市场价的租金应该是1600，但是可能隔壁就有个加州来的，他觉得好便宜啊，20万买的出租房，哇，能租1600，我不用租1600，我租1200就行，但我要找个好房客，找个信用好的、收入好的、稳定的，因为我想省心，他就租1200，而且他租1200，很可能他找那个中介直接省事儿，可能就有个1200每月那个 for rent 那个就一张 A4 的纸就贴在窗户上了，就是整个小区有人来开车来回走，他都能看见你那个1200 for rent， 因为你租金便宜，你肯定想广而告之嘛。所以如果他租了1200，你没办法租到1600的，哪怕市场价是1600，你都租不到的，你得等他把他那1200租出去了，你这个1600才能租到。但是因为他是放在市场上 ZLO 啊什么这些历史记录都有，有人租过1200了，你之后你那1600，就哪怕你现在这小区说租金现在都上来了，都按照市场价租，能租到1600了，你都胆战心惊的，因为那些房客会说，哎，上个月我还看你这个跟你一模一样的房子，他要价是1200，你怎么要1600呢？你为什么要1600呢？所以就说我们整片小区买的时候，除了能拿到折扣的价钱，买的时候便宜，一下子对于你那个投资本金可能就有50%的这种equity 就已经有增值在里头了，还有你有整个租金的定价权，你能控制整个小区的质量。所以像现在的话，逐渐的会有些上市公司，他本来在1000家在买那个公寓，但是有一天你会发现他不买公寓了，他觉得公寓他手里有8000套他已经够了，他现在开始成片的买出租房，他跟开发商合作，他就成片的买这种独栋的房子，一片小区一片小区买。这接下来疫情之后，可能是这种住宅房地产投资的一个改变，就很多投资人会盯着这种成片的独栋小区的这种住宅来投资，这是一个改变。那我还能想到的这种出租房啊住宅的一个影响，就是很大的一个贷款的影响。现在我们有这种低利率，就现在是历史最低的低利率这种贷款，但是呢银行又好怕，就是银行说我贷给你利率特别低，但是我现在这种放贷审批特别严，我卡得特别紧，因为我很害怕。所以现在呢，这种信用好的、收入好的、有工作的、家庭资产多的，他们对于说现在是疫情，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危机，但是对那些人可能就机会大于危机，因为他们现在就可以把他们现在手里所有的这种贷款都换成更低利率的贷款，他们可以用这个贷款去买更多的楼，就是他们可以就是充分的利用这种低利率，这是对这些人信用好的、收入好的对这些人的影响。就是有一些人可能借机，本来我可能资产是1000万，我现在可能这样一弄一下，我资产可能算出来是1200万了，我以前每年的现金流收入、房地产收入，我可能一年的收入是20万，我现在的收入可能是25万了，为什么？就存的利率省，贷款利率省的这一项就能给他带来这么多的变化。但是呢对另外一些人，这种说这次疫情现在突然增加了多少失业人口啊，增加了2400万，那这2400万人口当中，可能里头比方说有1000万是准备要贷款买房的，或者是要换自住房的，结果他们现在没办法去贷款了，因为工作没有了，现在这种银行放贷又收紧，他们没办法贷款了。那以前的时候，像这种1000万的人，本来说我要自己要买自住房的，我接下来半年我要买自住房的，他现在这1000万本来是应该是自己拥有房子的，有自住房的，在接下来这个半年一年，可能这1000万的人就被迫转成租房的人了，就变成房客了，就突然在这美国这种人口当中，突然就平白无故的多了1000万租房的人了，就是这接下来对我们这个住宅投资的一个可能的影响。
那现在接下来这个1000万的数字，这种2400万的失业率，可能是3600万的失业率，那接下来如果疫情不改善，整个经济状况不改善，这个数字还在往上升，整个就是现在贷款越来越收紧，然后呢这种有工作失业的人数越来越多，那会影响到的本来应该自己要买房或者要买房的这些人，他买不到房，那他就一直要租房了。那接下来可能就说租房的人口会多一点，就可能这个对这个房地产的一些影响。那另外我还想到跟这个住宅房地产有关的，就是短租，这是也是最近现在的一个方向啊。那短租这是疫情经济影响，短租有没有影响？就基本上像 Airbnb 啊，像这些做的大的这些短租的行业，基本上就现在影响都特别大。但是我自己就发现，这些短租如果你是在市中心，你是在高密度的地方，就是市中心呐、人口密度很高啊、很豪华的地方，那这些短租都受到影响了。那如果你是在人烟稀少的地方，人烟相对稀少，能保持社交距离，这些地方的短租没有受影响。我们是在疫情之前大概1月份，我们想在大雾山建250家这个小木屋开宾，那等到3月份疫情一来的时候，我们就吓得不行，就想着要不参加了。但后来想了想，还继续往下开发，就现在都在往下继续开发，但就很紧张，就是每天很紧张，觉得就是这个冒险啊，应该是这个这种风险远大于这种风险很高啊。结果现在发展特别好，卖的特别好，我们是250家，然后现在就计划比方说从4月份开始卖，到现在今天是5月22号，4月份到5月22号大概1个半月多，不到2个月，我们现在签了13个了，就是预售出去还没有建，连样板房都没有，路都没修好，我们已经预售出去13个了。那这预售出去的这些人都是过来看的，他们不是住在大雾山周围的，可能有俄亥俄的，有这种佛罗里达的，有乔治亚的，有这种田纳西的，那些人就会开4到9个小时跑到那去看，然后去签合同的。我们到现在为止是签了13个合同，结果到现在我们不想卖了，因为我们想加价。而且这13个我们要建一段时间，因为我们1个月2个月我们才能建4栋出来，2个月才建4栋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就说我们不着急卖，然后我们又想加价，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建的速度也受影响，所以现在我们在这个卖的，我们跟中介说不用急着去卖了，就说短租这次疫情受没受影响，受影响了，但是如果你这个短租是在这些相对人烟稀少的地方，风景优美的地方，那这些短租没有受影响的。这是我能想到的这次疫情之下和疫情之后对房地产投资的一些影响。我这一集分享我就讲到这，那接下来下一集我专门讲公寓投资。好，那今天分享就到这，我们谢谢您的观看，喜欢我的欢迎转发，欢迎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期再见。